妮啊，你觉唔觉得二奇有啲奇怪啊？佢之前咧已经发癫变咗只星星咁噶啦，唔知佢系咪未好翻晒咧？妈妮，你有冇听我讲嘢噶？妈妮，你冇事啊嘛？点解你呢排都好似有啲古古怪怪咁嘅？死八婆抢人老公装扮唔嘅，你好似古怪啲喎，系咪做嗰啲咩？唔讲得俾人听啊？咩啊？我唔知你讲乜。你觉唔觉得咧？二契咧个装束有啲似一个人。啊，唔系啊，我知道佢似边个啦。佢似一剑大侠啊！你都几好嘢噶，食住一件夹一件，眼就望住另外一件。咩事啊？有条熟啲猪入嚟啊！你嚟买咩？心镜咯，俾四噶。唔该晒，唔该。死佬，竟然将我送俾你嘅护心镜送俾个八婆！如果唔系，命都冇。咁鬼死高，爬唔翻上去噶喎。小妹唔会衰到抌低我喺度，唔落嚟救我啩？靓女，一个人咁正局啊，等我哋陪你啦。咩话？曼儿跳崖？系啊，我哋明明喺度摘紧野果，佢无啦啦跳咗落崖，我即刻落去揾佢啦。但我只系揾到呢只鞋咋？点解会咁啊？唔系嘛？你哋好乱估啦，静静先啦。周星，小妹啊，曼儿点解会无端端跳崖噶？你系咪同佢嘈交嚟啊？冇啊，我哋咪一边摘野果一边倾偈咯。咁你哋倾紧啲乜嘢啊？佢咪话咩食一件夹一件咯？乜嘢嚟噶？你想清楚一點好不好啊？你們說的話很重要的，是線索來的，小妹。我真的沒事啊，我們……你怎麼會不知道的？不要那麼緊張，嚇到他只會更亂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妹。那你除了發現柴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線索，例如血跡之類？萬一他在這麼高跌下來，一定受了傷的嘛。難道他遇到什麼猛獸，被狼群擔走了？哎呀，如果本身已经受了伤，状态咁虚弱的话，分分钟一个山贼都搞得掂佢噶嘛。曼儿啊，曼儿，曼儿，你到底在哪度啊？我就系呢度捉到曼儿对鞋啦。呢度咁高碌落嚟，呢堆灌木丛又被压过去痕迹，如果喺度晾一晾，跌佢唔死，借唔到几多力噶。树枝嘅树心未干，应该啱啱踩断。添啊！咩嚟啊？做咩事啊？咁多脚印嘅？脚印有大有细，似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留低。女人嘅脚印深浅不一，佢左脚受咗伤。仲有两个男人添啊！死啦！唔好万二去遇到山贼。有可能睇脚印嘅分布，似乎佢哋打起上嚟。行快啲啦！刀痕唔深，似乎系被外力震开劈落树度。曼儿受伤都系震开佢哋，嗰两个男人好大有限，根本冇咁惊。喂，点啊？佢左手受伤，被逼净系用右手应战。虽然震开咗佢哋，但系最后都被佢哋捉翻。走啊！这个配色是曼儿在山贼身上射下来的。曼儿，曼儿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你还没回
收爹啦，冇咁多嘢講啊！喂喂，你班垃圾！唔好嘈生曬啦，慳翻啲力啦！阿爸，飲乜水啊？瞓得喺呢度嘅，就梗係階下囚啦。嗰班山茶，冇人性嘅，你最好乖乖地，唔好嘈生曬。如果唔係激嬲咗佢哋啊，蝕底嗰個係你自己啊！等我出翻去，你哋就知。